但是滑鼠键有问题，还怎么样？觉得卡卡的、啊，滑鼠坏掉了。没有，我在看我的滑鼠，感觉怪怪的啊！哎！看你还白的跟狗一样啊！操！但是滑鼠键有问题，还怎么样？觉得卡卡的、啊，滑鼠坏掉了。刚刚滑了又卡一下，傻小。滚了，好像被我敲坏掉了，滚不动了呢。又可以换新滑鼠了。OK, now let's go。为什么帮我丢伞啊？干你娘嘞，鸡掰啦！对我他妈都吃狗屎长大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款不耐敲，哪一款滑鼠可以这样狂敲猛敲？烫啊！搞个 M 9来用。就我没有，我觉得 M9的型我不太喜欢，我喜欢小一点。干你娘嘞！看对面他妈打的，他打这个钓鱼战术哎，是为什么对我倒啊？一下子剩三个人。看他这样丢伞，然后那个包点这个没摆哦，傻小，操你妈的！炸的真好、啊，你他妈一个跳下来！干的79，他们一枪都没打到他、欸，哎，操鸡掰了这两个人，你们吃屎长大了是不是啊？
干你娘，被他挡到烟了，超鸡掰嘞！这个队友，到底在冲啥小了？要钱就钱，要臭就要把滚旁边一点。干你娘，被他挡到我的烟嘞，超鸡掰嘞！你娘嘞，然后被鸟居打死是怎样啊？干你娘嘞，狙狙啦，对哦。干你娘，每个连聘打得跟狗屎一样，这些聘给我多好，好鸡掰，烂死了。连拼打的比狗还狗啊！操鸡掰嘞！干他打那个 A 点，他妈有好几把都能赢的，打成那个样子。右边啊，大哥。你是在靠北山小啦？是咧靠北山小啦，干你娘嘞！干你娘，操！操鸡掰啦，操！干啊干啊！我打那么多只，他妈的还在那边哭。右边，干你娘，你别不行小，你靠北山小，你娘嘞！讲到像我开透视一样，你娘嘞！但你知道在右边啊，靠腰哦，右边哪里啊？跳高杆。